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丝袜哦，这个丝袜是我刚买的，然后刚收到货，给大家来分享。因为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经常会用到它，对不对？穿裙子的时候可以美腿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我买的呢是一个月销量两万加的，我就买回来给大家测评一下，看看它质量怎么样。他说是夏季防钩丝的一个丝袜，我买的是肤色，我买了五双肤色，然后他是送了一双这个肤色的，这是正品，然后里面是有五双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它是比较轻薄很透的啊，然后这个我买的呢是实底无痕的那种提裆的，然后它不是有很多那种不同的裆吗，然后自己可以去选择的啊，然后它颜色也有挺多，也有灰色，还有这种肤色和黑色的啊，你看一下啊，我觉得还算挺自然的，到时候我穿上身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啊，如果像腿上有瑕疵的就一定要穿一个这个可以美腿的啊，真的非常好看，夏天非常合适。现在我把它试上身上看一下肤色到底正不正。好，我已经穿上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觉得这个肤色我觉得还挺逼真的，我穿了一个这个凉鞋啊，它前面也是这种透的啊，脚趾头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穿了一个这种小凉鞋搭配穿裙子，穿上真的是挺逼真的，感觉就像没穿一样啊，如果配个短裤短裙的话都是可以的，而且还可以美肤的，我觉得就像打了一层粉底的那种感觉，而且这个价位我觉得也很优惠啊，五双只要39啊，我觉得还性价比挺高的，还送了一双，另外它穿上身呢也没有磨人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摸上去这个手感也还不错的，对吧啊，如果腿上有瑕疵的宝贝们真的是可以入一双这个肤色的啊，这是我第一次买来分享的，因为像这种小东西的话平时不怎么分享啊，上次有个粉丝问我要推荐一些这种丝袜，所以我就买回来这一双给大家测评，刚好看一下质量还可以，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啊，喜欢的宝宝们可以放心去入，我买的这个是肤色啊，五双的实地的无痕提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如果喜欢小娇视频的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